今次好榮幸可以代表部門參與呢個犬隻繁殖計劃。咁喺呢個計劃裏面，我學咗好多有關犬隻繁殖同埋照顧幼犬嘅技巧，亦都得到好多寶貴嘅經驗。咁我相信對於狗隊嘅發展同埋我訓練工作上會有好大嘅幫助。繁殖計劃能夠開拓一個新的狗人，對我哋海關搜查犬組的擴展是有很大的幫助。